漂亮的腿。别跑，是哪里？你赶快在哪里？你抱我在哪里？就不知道衣服里面的肉体是怎样的呢？不仔细看，还真的以为是男的。我只是受聘的钟点情人，我们的情人关系一到钟了就 game over 了，没有了 ，OK。原创香港，汤泉都遇上枕头，每逢星期五晚上8:30，八度空间，啾咪啾咪播出。